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8月15号，在缅甸邮政局面前有一个房东的聚会游行，在现场应该有109分局的局长也来了。Go, housing law!
牌摆到啊！衣服好醒目，衣服好醒目。游行，大家都不叫口号，就没有气氛。这个领队的人，这游行一定要叫口号，没有口号叫，一点气氛都没有哦。好了，你来。